1500架无人机升空，虎爷活灵活现，一出现在游客面前，现场也立刻响起惊呼声。虽然连同试飞无人机表演已经两度出现在游客面前，但正式的四场演出又首次遇到周末，还是让不少人引领期盼，想要亲眼见证。果然演出时游客太多，几乎只能肩并着肩抬头欣赏演出，因此演出前一个小时周边道路就开始涌现人潮。附近的五福桥除了两边人行道早早挤满游客，其他人只能走入车道冒险前进，还有 VIP 观赏地点更是有人卡位动弹不得，但有更多人根本挤不进去，干脆站在外围远远观看。会想到人这么多吗？有想到，可是没有想到这么挤。7点就来了，然后就想说逛，然后9点准备走回来了，不知道已经满了。来的时候吓到，怎么人那么多？散场时更是夸张，大批游客同时离开，几乎寸步难行，更不用说机车骑士，干脆违规超捷径，人行道、公园草皮到处穿越。还有小客车遇到警方取缔，急着向热锅上蚂蚁。1500架无人机表演，虽然让游客惊艳，但部分散场秩序却是状况连连。TVBS 新闻吴少龙、庄胜雄、何怡信高雄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